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王大爷解说三国杀国战。你们不要猜我这个视频是什么时候录的啊，反正我已经说好了，就是，把这个视频的长度压缩，然后这个次数这么多嘛，对吧？所以的话，今天就是改革之后的第二期啊，第二期呢也是一局录像啊。然后也是主视角是我自己啊，这里选项的话呢，选这个吕蒙周瑜，以前的吕蒙周瑜要厉害啊，现在的吕蒙周瑜就那样吧，反正这个克己跟这个剑英姿是有点冲突的感觉。然后这里的话，选项的话呢，肯定是玩魏国嘛，对吧？玩魏国嘛，对吧？我可是个魏粉呐，不玩魏国怎么行呢？然后这里选了父子，然后出生在。啊，怎么那么慢呢？这些人怎么这么就慢呢？慢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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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慢呐！然后出生在二号位，这个牌就还行吧。我不想换了啊。然后这里众将死战，溃这入个重围。翻了一个这个离点啊。然后这个我们的封面呢就已经剧透了这一期的这个娱乐了啊。我们的这个男一号离点已经上场了啊。红铜换然后他马。爸爸这个孟获，这个登场了啊。然后此时你呢，叫虽我然说天不能下跟他人，愉快的岂忘能戏叫了天啊，下人那服我也可我？以放逐嘛，对给吧？我翻过来！这个西南蛮入侵还是要西的嘛，虽然说有这个李典的爸爸，对吧？但是这个西还快是要给西的我来！啊。宋此江时呢，这一个只，男一号李典飞啊，将女一号孟获啊，已经出现了啊，这个他的爸爸，对吧？然后男二号曹操已经出现了啊，女二号这个祝融呢啊。前这尘第一往次没事，出来是吧？莫再我们提继续起看。红 OK，铜换马了。这就是李典的快乐牌啊，他手上有两个大象，结果碰到了他的爸爸，就问你们难不难有受？罪可免，然后此时有呢，这好个罪保一人下有这个功李典，杀我人这个者，想法啊，然后这个为你我还是封继我续收了，来，结果发现莫出来了一再个提啊，一只。这个曹操的爸爸啊，曹操的爸爸啊，我服了啊，我说有点恶心啊，这局真的很有意思啊。先是这个李典的爸爸孟获，然后再大是这丈个曹夫操的爸爸何这惧个小祝融，人，顺但其是自呢，然。我们有一个神奇的人，我们有曹丕，对吧？只要我们这个这个打死了这个祝融，南蛮又回到我们的手里，对不对？然后这里给蜀国打功了吗？反正场上你大们都人，不是魏国，红铜放换他马，大爷！宋江。然后这边不是差不多了，我觉得四号跟六号、七号、八号退肯定回国，我心都来，碎了，父子这几个。一只。这俩魏国跟这俩蜀国真的特别开心，然后完了之后这边说我们在打工啊，蜀国我们给蜀国打工了啊，那我们就看一下这到底是在给谁打替我工了。挡着！然后这里哎，这突然出现了一个小乔，就有点恶心了，有点恶心心，有点恶心啊。然后这里过拆桥的话就拆那个谁吧，拆小乔吧。然后这个八号呢，这个被翻面的这个趋势啊，结果我靠，蜀国救我！我是天我呐，方，你们快看这个然孟获来弃了多者。少好东西啊！桃子无懈可击，无中生有，觉得我全弃了。天呐，结果死了一个这个八号位的这个岳飞啊！你看岳飞这牌吧，就非常有梦击想，对鼓吧？于此，相当之有以梦制想。四方。然后结果李典的这个主将是邓艾啊，这就很舒服这啊，样，对。看我的！相当舒服，非常舒服，这里去拆小桃的牌，就没拆到天香牌啊，好慌啊！这里我开那个啥，就是为了就是找一找这个啥，我这里的这个排序是有点问题的，就是我当时想太多了啊。第一就是我在想这个我想去拆小桃的牌，这是第一点。然后第二点呢，我想用三尖刀去杀人，因为当时想的是我要不然杀一下孟获，然后戳一下六号或者戳一下四号，把他戳死，完了满免得在这旁生枝节这样子。但是吧，我又想孟获这个人他是三血的，他副将。你得防一下这个什么诸葛亮之类的，就红是铜换我的，防一下这个，我又没有连弩嘛，对吧？我要防一下这个是不是那谁？我要防他是不是那个叫啥空城的那个诸葛亮啊？结果这里啊，射死了一个孙坚、孙尚香啊，非常爽啊！这个突然就来连弩啊！这个四号这个牌也是非常的爆炸啊，起飞！对，你们这些爆发将啊，都想的是要爆发，宋对吧？江然后一又说到死这个张啊，角啊，这看一下我这个的是教我主，的，哇，这个教主一手闪，宋江结果被这个大象踩死。
啊，这里真的好可怕呀！哦，巨可怕，巨可怕！还好这个李典啊，手上还是有桃子的，没桃子的话就炸了，没桃子当场去世，没桃子当场去世，那蜀国直接起飞。然后这里的话呢，这个怎么讲呢？这个牌是有点问题的，就是我当时想的时候有点问题。首先呢，我要防止这个，我是不会去杀孟获的，因为孟获呢，万一他副将是个庞统的话，你把他杀完之后，他还能把面翻回来，就非常麻烦。然后这里我也不想杀小乔，因为小乔他的副将有可能是僵尸，只有祝融他副将啥都不是，他既不是僵尸，也不是那啥。所以这里远交近攻应该是去教孟获比较好一点，教小乔你要觉得麻烦的话，你应该去教孟获。这里的话教是教错了的啊。然后我杀人的时候就是牌太多了，当时，用平板操作特别复杂，然后就不太好操作。这里可以去用雌雄闯古剑啊，先去调戏他一波的，没有张马舍茂啊，没有那么多的杀，真的没有那么多的杀。然后这里的话就。还是比较虚啊，就先开这个桃园结义了，没办法，这杀也不够，牌也不够多啊，就是这个样子啊。我也不是李典，我也不能跟他忘戏，对不对？没多少杀，对，是没多少杀，毕竟收的都是你们死人牌，也没多少杀，对，没有问题。然后这里的话呢，还是先把这个祝融控制住吧，给他贴个兵粮寸断。啊，这个牌真的很扎心，五谷丰登肯定是不能开的。完了，是啊，完了，那没办法呀。这里祝融手上两张南蛮入侵的，所以我就装了个藤甲，因为我觉得祝融没有，就是首先呢，这个我不杀小乔呢，第一个原因就是我怕小乔的副将是这个僵尸，然后容易出旁生枝节，然后是想杀掉这个能想办法就是杀掉这个祝融之后呢，还能把那个南蛮入侵收过来，然后继续就是 A 呀或者怎么样的。然后当时是这么想的嘛，所以去杀祝融。然后我觉得作为祝融来讲，他没有被饿不死鼠，他被兵粮寸断嘛。无论出来手上两张南蛮入侵，我觉得作为一个祝融来讲，他肯定是会把这两张南蛮入侵甩出去的。这个时候小乔就肯定，对吧？他手上没有牌，他只能默默的挨揍嘛，对吧？所以的话，作为祝融来讲的话，毕竟现在有个孟获，他又不害怕这个蜀国再受这个侵袭了，对吧？这里完全可以去放那个南蛮入侵。啊，不然呢啥都没有啊，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啊，这个大象阵就这么开起来了啊。然后因为我装的有藤甲嘛，他后来发现还是收不动，还不如就是不搞了啊，给你都没用，你吐什么呀？我又不是李典，对吧？这个东西你就不能那个啥。然后这里的这个李典是啊，扛住扛住，对，扛住就好。然后祝连弩我没有顶掉啊。因为我这里的话，孙尚香已经死了嘛，所以小乔的副将肯定不是个暴将，所以这里就把诸葛连弩留着，祝融也用不了诸葛连弩，没有这个能力啊，除非他是那个马超什么玩意儿，就很恶心了。这里他拆这个祝融，我没看懂啊，他这里完全可以去那个什么嘛，我觉得这个李典他完全可以去拆孟获，或者去顺孟获，顺这个祝融手上的南蛮入侵嘛，他可以再顺过来呀。再顺过来，再放一轮呀，对吧？再放一轮的话，可以搞小乔呀，对不对？可以打小乔一滴血啊。这里拆他，我拆南蛮入侵，我没看懂啊，因为他可能也是想拆祝融手上的其他的牌，然后就是去把祝融弄死。这里呢，去顺祝融，好的，谁占到先机，然后去顺祝融，然后去杀祝融。这里我个人建议你，如果要是有两张杀的话，就不要忘戏了，因为万一你忘戏个别的东西出来，对吧？你们可以看啊，这里就是只有一次技能的龙胆，龙胆限定技啊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龙胆现在就变成限定技了，就是再也就用不了啊，就别忘戏了。孟获估计有桃子，别忘了。哎呀，还要忘，还要忘，行，还要忘，然后继续杀。啊，没有了，啥都没有。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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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啥都没有。哎，那你说你忘戏个什么劲儿呢？对不对？这里我也断杀了，没办法，只能给他那个勒住了。此时大象已经被消耗差不多了嘛，没大象了嘛，所以我就把那个藤甲顶掉了。万一要是被一个火攻带飞了，就完蛋了。因为毕竟孟获副将没有量，我也不知道是啥。就万一要是个庞统什么的，铁索连环一上直接起飞，对吧？结果是个姜维还好，姜维是最好的，对，参写的蜀国里边，我现在真的很希望他是姜维，反正他也不是蒋费嘛，对吧？蒋费，这个姜维还是不错，反正他也不是卧龙。
就怕他是诸葛，他怕是诸葛的话就很麻烦。结果这个姜维他好像不太会玩的样子，他也不会挑衅，对，他也不会挑衅，你看他不挑衅，他完全不挑衅，他可能是觉得这个不想给邓艾过牌还是咋的，反正就不挑衅。你看这边不挑衅啊，对啊，我也觉得不挑衅。你实在不行，你可以调戏我呀。你不想让他屯田，你可以调戏我呀。你可以拆我的牌呀，对吧？啊，这里调戏啊，啊，这里这个邓艾啊，这个还是不太红的啊，这个还是不错的。结果这个陆逊呢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顺手牵羊顺不到你头上去，你干嘛要夺空啊？我的天哪，这个小乔是真的菜。这个小乔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就混入了这个队伍当中啊，这菜的一匹。哪里走？然后这里直接去顺这个姜维 ，OK， 然后就可以把这个姜维直接这个啊，把这个祝融直接弄死好，没问题。姜维不会用，不是搞笑吗？对呀、啊，我也觉得很搞笑，对不对？来，然后这里的话，只要只要对九杀，对九杀，九杀，哎，这里就别忘记了吧，万一在旁生枝节呢？谁占到先机？我刚才已经收了祝融一张杀了，可以妥妥的带走这个孟获的嘛，对吧？没必要就是再去旁生枝节去往西了，行吧？那还是弄死了，然后现在就打一个光腚的小乔，还是我的，万箭齐发，好的，别忘戏了，兄弟别忘戏了，哎呦，这个兄弟怎么还要忘戏啊？我的天哪，你又不能顺他，你看这个邓艾吧，就迷惑行为，对不对？非要去顺，行了，可以了 ，OK， 交给我吧，反正我有杀了，对吧？一刀解决小朋友。哎呀，最终啊，这个事实证明啊，这个孟获祝融夫妇这面对李典曹操的时候，还是有点心有余而力不足啊，对吧？哎呀，这局局真的很有意思。断不可无粮啊！他们之间不得不说的那些事儿啊，就很有意思，对不对？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呢，别忘了点一个关注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，拜拜。